们是风筝乐团。我接下来要介绍我们的乐手，然后来，我们有我们的主奏吉他手唐哲凯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伴奏吉他手苏哲国，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鼓手陈敬泉，太少太少太少，多一点多一点。贝斯手邱胜良，掌声掌声。裂喘了，裂喘了。他好像有点怕怕，因为这是我们乐团的处女秀，所以紧张是正常的。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鼓励。哎，这时候应该来点掌声吧。谢谢。OK， 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的阿飞的《小蝴蝶》。加油！
飞小蝴蝶，掌声尖叫。